位投资朋友，大家晚安！又来到我们的股市爆花，我是股后何怀真哈，人称玫瑰姐姐。那这行情几乎要跌破很多专家的眼镜了哈。现在什么老师啊，这不是主跌段？我想说，老师，这个主跌段就是这一次行情跌下，从18034是跌到我这边白纸写黑字哈，写在这样说是个波段行情的。但是多少人笑说，老师你真的不懂技术线型？啊，懂技术线干嘛？我是不是这是不是破断行情行动？现在有人就又改了说这个地方叫做 V 型反转了，什么话都有。所以技术线也告诉你无用论，因为这波行情最重要是个资金面。我跟你讲真的，没有资金一切都免谈。那这行情有没有资金？你就用，我想让你自己三岁小孩想想看，就是全世界在印钞票，哎，这个钞票一旦像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来的。真的，它收不回来。当然，这个通膨已经形成，只是说怎么样去控制它。但是这个资金怎么可能宽松货币？这个已经形成就是钞票乱飞了。那钞票无用论嘛，就钱太多了嘛，就一定要找一个出口嘛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你又恨不得什么资金行情，严格说恨不得大盘有大跌嘛，难免大盘涨多一定会有一个修正。所以我在八月上告诉你，这个地方就礼拜一就可以了，开高走高。会确定波段行情正式启动哦，那是16.28，现在多少个对耶？哎，涨了1000多点，真的严格说，到今天还是很多，可是没有量怎么解释？没有量我怎么解释给你听？我告诉你，这大盘主升段要启动了，真的，我告诉你，真的就是主升。什么叫主升？就是一定过18034。那既然这个行情你确定它一定要过18034，当然就是个股的问题，真的难是难在选股。讲实在话，选股才是重点。很多人现在还是很多股票，我一直问我说：“老师，那怎么办？要不要解套？”因为行情在动的过程里面，当然有很多股票一定会涨的嘛。但是如果那些股票不是爆的话，代表什么？而且还要新爆的话，代表什么？就涨一点点啊。如果一不小心大盘有个回档的时候，特别会跌。所以告诉你，这行情的确严格说在主升段未正式启动。换股才是正道，我也嘛公阿嘛会超升级啊！好，今天呢大盘又来到什么？来到17396，整整涨了1000多点，还是没有量。但是涨停板股票有30家，连这些股票应该这样说了，连那些股票今天涨停板后的那些股票，说实话我都不太认识，都可以涨停板了，都可以涨停板，所以你高兴一两天就可以了哈。不要去跟人家追，因为那个股票我看一看，真的值得跟你介绍的股票，我一定在这边大声跟他做分享嘛。但是严格说，那些股票都可以涨停嘛，它代表，真的有多少股票，真的你可以弯腰真的捡个大钻石。其中如果严格说，这档股票当然现在就相对那个股票都可以涨停嘛，台阳当然什么，就讲我就告诉你，它就是新霸王花，因为这种。当然，所有的太空产业里面 ，Open RAN 这个产业里面，真正唯一的一朵花，因为这个产业严格说都是还没有正式在什么，都是还没有正式赚钱嘛。但股票涨求就是一个成长性嘛，所以接着你要去注意这档股票，我在什么时候跟你讲的哈？严格说，这种股票当然也是所谓的，是最简单，你都尊重你的技术线，这种长线叫 MACD， 这个 MACD 大家都会用。那时候还在这边的时候，你一直看空的时候，我告诉7至3天黄金交叉，有没有黄金交叉？我说这个股票底部成立，避也避开，涨也告诉你。当然，我们真的如果严格说，这如果是单技术线型这样跟你解释的话，它没有成长性。这我会跟你讲吗？连台阳这种今年本身还没有正式结束的股票，严格说这种股票，如果你能买在之前我跟你讲的地方，8月17号通通把赚钱。那今天都来了6字头了，那为什么6字头没站上？他为什么要涨上？有一天他要出货的时候，就一直涨停板，一直涨停板啊！我讲这股票不是这回事吗？现在多少人套牢股票，什么都是一直涨停板，一直涨停板，说哇，你很高兴，就把它拉回来，把它买了。所以股票你要知道，它你会买，更要知道什么股票，因为你是散户，你要知道你的钱该大赚你要大赚，该小赚你要小赚，该不要去套牢就对了。套牢不是散户你来股市的全缘由，当然多头格局上，所有的股票1年3个月总是会反弹一次嘛，难免的嘛。那你是涨10%，还是涨1倍，还是涨10倍数？这个地方你要好好深思，因为毕竟大盘主升段要启动，不是所有的股票
都会涨一倍、两倍、三倍、十倍，甚至这个地方你要去慎选你的持股就对了。好，严格说来是这样，这波行情严格说起来就是什么？就是你就看费半嘛，费半有没有在涨嘛？上个礼拜费半已经在什么？在动了，而且是涨幅是所有四大指数最强势的哦，涨了快2%，那当然一定会带动外资对我们台股哈非常有兴趣啊，所以你不买没关系，全部给外资会买走，因为外资这一波来说的话，口袋现金最多，所以这波行情为什么今天没有量都可以涨？肯定外资就是在买嘛，你不买法人在买，等到你买，那法人买完之后你要赚什么钱？所以这个地方你要去注意，这个地方其实今天大盘涨了快200点，当然严格说是。当然跟它有关系的、哦、还有这个金元三雄这一档股票，这档股票是它的新欢呐、啊，它的最爱是台积电呐、啊，它的未来的新欢，那、啊、新欢当然是新的，当然比较年轻好啦、啊，对不对？比较爆发，这样是联电，直接送给你，这种东西都不用担心18033是在哪里。但很多股票的确什么，利多这么多，它为什么不涨呢？我请问你一下，我还要讲这么多干什么？一大堆利多的，什么塞港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，为什么它不涨了？你告诉我呢？那就好了嘛，还是多说，因为你都套牢了嘛，谁要帮你解套？啊，上面都套牢一些人，谁要帮你解套？不像我们这种股票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，在这边等着你啊。我讲话够不够清楚？所以接着怎么样？你要恨不得我跟你谈的这些股票有跌，而且你要注意哦，有一件事情我跟大家分享，这档台阳最厉害的地方在哪？它是那个新霸王花一号，哈，这个当然都这个地方8月1号刚太空，这个还是这个是转亏为盈的股票，那种低价股，如同之前的什么航运什么啊，就是你不要指什么股票，就是你很喜欢转亏为盈的股票，包括像以前金财那种买在法人问津处的股票，再一次机会给列并喝雅人啊，就是它，因为外资连外资都在买，好，你不要追。因为追高不是你的权利，但是的确这种股票你不要去怕它套牢，这种股票不是真的套牢，因为它质押比不过才5%哦，董监事的持有还有25%哦，公司没赚钱，为什么董监持股还这么高？比这个都还高啊！如果严格说，今天四星要大涨哎、欸，因为半导体费半在大涨哎、欸，台积电在大涨哎、欸，那为什么四星是这样子涨法的？这样涨法的？为什么？因为董监都不看好他，董监持股只有3%而已啊！再怎么回补，你可以自己看啊。他只要回补或卖出都要申报的哈，这个地方。所以啊，他怎么？他当然比他更好，他就25%呢。知道我意思吗？所以选股很重要，我都在那边跟大家严选持股给分享给大家，不是随便跟你说说的。当然，我们的节目因为剩15分钟，所以我常跟大家报告说，等一下我还是有一个 Light 上面会有一些文章哈，跟大家做个分享。那你要加入我们的 Light 哈，帮我什么一定要给我一个回报一下，然后就按个什么感恩或什么一个互动哦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的讯息哈更了解你人在哪里，包括你有什么股票都可以来问，没有关系哦，只要我能回答出来。我会尽量帮你做服务的动作哈，这个地方是加入 Light， 因为时间不多，那我会把一些时间上没办法讲完整的股票，我们会在 Light 上跟大家做报告。但最重要，现在的股市不是在问我什么，是问题是你明天要买什么股票能大赚。好了，接着当然最重要，我已经把股票公告给你了哈。我想今天的这档叫做金硕，为什么今天要怎么样？第一个，你注意一下它董监持股，我直接告诉你。你知道持有多少？你说哇塞，一般董监持股只要10%就可以，就已经是就合理化，它是42%，42%，几乎这个好股票就怕它不敢跌，所以它不是没有。我之前介绍给你500块啊，8月18号大盘除了那个庸资以外，我没介绍过你这张股票，你来找我。我不是告诉你外资那个目标在580，你把8月18号的节目拿出来看，我一定有跟你讲过。现在已经调高到这边了，后面有个3呢、啊，中间这个是不是9876？慢慢会跟你大家做印证，所以我讲话都讲在前头。好，包围580你也看到了，但是今天是不是轻舟已过万重山？自己看，因为董监持股都很爱自己的公司，他已经了解自己家人自己这家公司好不好嘛。你超级去比一比，不是我看坏你的四星，四星该救你就把你救回来了。
这波四星我告诉你买就对了，500多块了，是550、600块以下四星，我叫你买回来，有没有回去7月15号那个高点688？未来它还是一样会稍微涨一下，但是你不要哈，不要多做文章，这种股票有很多都会涨，都要还你个大公道的。但是你真的要买的是什么？涨一倍、两倍、三倍，包括你要来股市会什么简单的大赚一票嘛，就是换股嘛。你没有换股哪有机会？我讲真的一句话哈，所以这个地方你要好好把握的，就是我跟你选的股票为什么跟别人有什么不同？因为我们了解一些外资法人在买什么，包括大股东的一些方向，包括他的公司的成长性在哪里。所以你要股票不是今天只涨一只涨停板、两只涨停板，只高兴一天两天，啊，明天就大跌。你要的霸王花是什么？特别会涨，要天天涨涨涨涨不停的。好，非霸王花就特别会跌。好，我已经跟大家报告很详细。那这样最重要，这个地方当然很多人问我说，好，也恭喜你大家。这个地方最重要，8月25号，雍智。很多人问我说，老师，雍智，你跟你讲没了了啊啦？因为我跟你讲，雍智是每个人都赚钱，甚至我跟你讲拉回5日均线，你买就343块，你全收。我们的新会员做见证，八月五号那些，他已经完全填息了。之前为什么这么弱？因为外资一直什么，填息之前一直卖哈，卖完他是会买更多回来。他现在已经开始买回来，上礼拜五的 Light 上面也跟你写的相当的详细。今天已经来到370块，百分之百给你做命中。未来这张股票到底要怎么样？会不会波段行情中会涨到哪里去？这个地方不可说，不可思议。如果你还有，甚至你有幸要参加的话，加入我们的霸王花传奇，这地方好好的把握一下。这档股票雍智相当的不错，直接送给大家。好，这边那最重要，明天要做什么动作？当然你要先把快快来换股预约我们的新霸王花，务必把电话拨通，甚至可以加入我们 Light 就对了。祝福大家操作顺利，明天见，谢谢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牛戏年来，2021扭转乾坤。亚洲投顾祝您发大财，免付费专线0800-370-888，0800-370-888。金牛戏年来，2021扭转乾坤。亚洲投顾祝您发大财。免付费专线0800-370-888，0800-370-888。